走。行，还行。到库房了，送货的。嫂子。没出。咱们样品货呢？桌子上啊。来，给大家伙说说。让缇娜说说我们沉淀了5年的精品好货，都是纯正俄罗斯进口的。然后今天双十一，我们各种破价，是我们这么多年直播，不说比较低的价格，也差不多了。都有啥？俄罗斯饼干，进口饼干。饼干。这个饼干是我们经常去选的。大头娃娃的酥糖。光头饼，俄罗斯进口光头饼。乌克兰小蜜蜂果汁加鲜软糖，士力架涅夫斯基士力架，俄罗斯进口糖果的天花板，白俄罗斯谷物麦片，重头碧兰多无糖无添加老式奶粉。你们不买不着正经的俄罗斯进口蜜吗？沙棘蜜，蜜中的天花板，沙棘原浆，维生素 C 含量都非常高，这是纯正俄罗斯进口的酸黄瓜。纯正俄罗斯进口的，在俄罗斯超市也能找得到。非常辣的东西。辣酱，你在俄餐餐厅也能找得到。俄罗斯进口原矿盐，不是井盐啊，这玩意不是井盐，而且里边没有抗结剂，没有1536。我们卖了4-5年的咖啡，听着喝了4-5年的咖啡。黑桥，这个黑桥的品牌非常好，各种都有。那个吃的肉。俄罗斯进口麦片。等，后边还有很多很多随机上的货，大家伙拭目以待。真的往串链接啊，你看这些都是进口货物报关单，就是每一个品必须得是纯进口的，要不然的话咱平台都上不了架。所以兄弟姐妹们，今天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些货，你就放心大胆的拍，也就是你沉淀提醒的，我不给你整纯进口的货。有多少很多他们都是拿乱七八糟的货来冲，对不对？上镜吗？这是咱们涅夫斯基士力架。Hello. 对，品牌方供应商多一年了，一直合作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们的俄罗斯货，这些供应商供货商都是在整个绥芬河的大手子，都干10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俄罗斯进口货，我没有必要拿假货，因为真货没有很多，价格也没差太多，你们放心，保质保量，不是一锤的买卖，不是一天买卖。而且这么多年你沉淀讲货，都是讲得非常仔细，它的前世今生哪来的，怎么回事，让你们明明白白，相信你老弟了，千万不要错过。